不糊，但是拉丝丝，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MVP， 上不下自摸，几牌不不写的多，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，不要说，跳着吧，大神。入境的来，欢迎收看挑战吧大神。好，欢迎观众准时收看我们的挑战吧大神，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啊！每一期呢，我们都有2万到3万不等的奖金，欢迎大家来抢奖金。是的，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参加，电话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挑战吧大神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好，马上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参赛者，第一位呢是我们哎呦这个我们名士的哈，这个美女啊，欢迎夏雨荷。牌打得算不错的哈，因为我看他打过还不错啊。上次放炮给你，放炮给我，放炮给我是正常的，没拿到奖金啊，不行。好了，欢迎夏雨荷。来，第二位我们欢迎的小庄，来欢迎小庄。大家好，怎么样？奶哥好。哎呀，不敢用本名啊，啊，在外面怎么做？因为本名比较女性化一点啊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你讲了我听听看。本名叫锦纯。庄景纯，哎，对，这一听真的是，对，从小到大就一直被说，哎，庄小姐嘛，庄小姐，哪个景？景是风景的景，风景的景是纯水的纯。哦，哎，真的蛮像的，真的，你知道要什么庄景雄吗？景雄，是吧？是不是很难阳刚的？蛮 man 的，好像蛮 man 的。是啊，你改一下啊。可是他长得也没有到很 man， 他也是秀秀气气。对，锦雄哟，锦纯了嘛？所以我想名字取得太秀气了，人就变秀气了。这样蛮好的，好。你牌打得好吗？还 OK， 不错的，还 OK。有经过面试嘛？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了，欢迎我们，谢谢。啊，小庄，小庄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是刘嘉玲啊，曾嘉玲，很多人都这么讲。奶哥好，小熊好，你好。我一叫刘嘉玲，好开心。从小被教到大。哎，你比刘嘉玲漂亮了。谢谢啦。是不是？我今天是为了奶哥来的。奶妈这样不是重点。为我来，为我哪一个来？我是你的小粉丝。哪方面？为了你的脸蛋。我从青青哇，从那个六个梦追你追到现在。追到现在还在做梦，追到现在，怎么觉得才几岁啊？六个梦，对你本人跟电视上真的没有差哎，怎么一样？怎么一样帅？哇塞，他结婚了，我今天就软一点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来欢迎啊，嘉玲。最后我们欢迎是林正韵，来欢迎正韵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正韵要做什么工作？自由业，自由业，好，就是靠打麻将为生啊。打麻将是主业，麻将也是自由业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两男两女啊，欢迎他们。欢迎。来，马上就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好，马上就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好，现在今天两位都结婚没有？还没有。都单身了？都单身了。太好了，还有，单身吗？单身。今天还是多单身久，女人都是一直都是单身，你呢？永远的单身，单身呢？真的吗？怎么了吗？哎，我们嘉玲呢？单身，单身啊，好，加油啊，好啊，好。那我们庄家来这边，上次的我们的卫冕者啊，继续卫。好，九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雨禾的牌，正运。嘉玲，小庄，加油！好的，雨禾来。雨禾上次奖金我们有守住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没拿到，不开心啊。好，没关系，今天卫冕，我就打松玉，好不好？谢谢奶哥。闭一只眼睛打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奶哥闭着，然后用摸的这样。闭着用摸的，他也摸得出来。我知道，他除了连花都摸得出来，对啊。但是北方北不用摸花，所以他一定会打。第一。那我也跟一张红中，哎呀，花呀，花，花有台，要是摸到一花的话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露馅了哇！露馅，露馅，哪一张？9万。那这个呢？三桶，哇！谢谢，这么美，等一下好了啦。刚刚试打都没有这样。还是不是很好啊？那我会遭天谴呢。会打牌。猜一汤，我不相信你。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吃一个。完了完了，来交朋友，交朋友，交朋友。来给你三角裤，三角裤，不错不错。好啦，是不好啦。哎呦，双喜还有被定了。来，这是你的吗？对。好，祝你发财。哇，有喽有喽。好的，
红红的。好的。好。喂，摸牌，北再一张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起来。来一张吧。五北，一路你的。差一点点。OK， 你都猜了，我才打的。七筒，为你量身打造的。对啊，七筒，好的筒子。挑战吧，大神！哇！啊，不要不要，下大雨。下大雨，好，没事。来，跟一张奶罩。跟奶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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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马嘴，酒桶，好，跟着你，酒桶，安全，一定要跟这么紧就对了啦，怎么啦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好的，开始嘛哈，谢谢。看到他的牌没有？这个牌熊熊应该看不懂，来听什么？熊熊。哇，三。我要这样。不要不要。哦，不要。七八九。三，不要看这个。听什么？不要看，不要讲。听什么？我知道。听什么？哎，不对。好难哦，怎么看啊？哇塞，你不是在家里面都开说吗？四五万是不是对的？对啊，二三。啊，这样三四五。三六万。是不是听三六万？三四五六万。对。三四五六万。四个中很难。我跟你讲，他刚刚才摸一张六万。哇，差一手，差一手。他摸完六万，他摸四条四摸。哇，你要这样看。我想说，我机会很大。机会很大啊，对不对？镜子漂亮。三四五六万啊。啊、结果这边四七条也不多了，你看这边两张，哦，这边还有一张，对，你这边自己有三张，这个自摸台而已，啊，因为你吃了一个五条，第一排的两排，好了，东风三选一的第二把，现在的嘉玲是一定过关了，啊，只要自摸台一定不会输人，嗯，不会被淘汰，你们三个有一个被淘汰了啊，小心了，幸运庄家，好，自摸。十三，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正运的牌。加油！很有钱的嘉玲，这边来，来小庄。好，加油！雨禾，小吃牌。嘉玲正运，来出菜。好，西。好，西。跟你一只西。好的。那来一个南风。那好难打的就不难了，是的。好，九筒。呵呵哈嘿，结果打了二万，打了一万来二万。好的，他不吃也是抓不到。对对，也是。好的，白皮谁的碰？还有字，没人碰。阿北。可惜，一条鸡鸡，好花。屁股。自动淘汰吗？淘汰了，两位淘汰了。哇哇，那我们可以把严格，好严格。刚刚的分数归零。不要这样啦，别这样嘛。好的，超严格。打牌都不看的哈，瞎抓。七饼。这么多，那么长，越打越长的。我也有，背。还好多次。好好，勉强可以的，勉强可以，那就来一个小鸡吧。小鸡，小鸡就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多要多说了一个字，不要加语助词。比较喜欢一只，三万。好，怎么讲话？对不起，从头啊，从嘛中立来的。对，中立，我是嘉义人，嘉义就是会有那种真的吗？对，有南部腔，还没啦，对。你有诚实吗？我很诚实，不知道。不能打什么？打小鸡吧。那就来一个，吃一张，边张，差不多意思，吃，
爱这样子。甜四筒。四筒。要先打。这把该不会留局吧？花。对对对吧？对，那个。对对对对，哦，你也吓到我。吓到了。被你小鸡吓到了，奶哥害我小鸡，没有吧？白皮儿，南风，你过门的出来了，哇塞，哇完蛋了，天哪，我怎么会这样猜呢？怪我，我真的是乱打哎，我真的是，好啦，吃一张，四饼好了啦，哇，吃不到。喂牙齿，喂，金一张，可以喂我吃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这把要芭比要查吗？有人听吗？好像没人听啊。嗯。好一只，拆掉了。就是看你拆掉才打。我感觉他听牌了。正运嘛。对。七万。七万很深的牌，还能吃吗？我还一定听的，你确定？吃啊，对，还听。那吃你反正没有钱，六千九。对啊，你根本就没有，你放炮都不用怕。真的哈，五万。奶哥说的，你怎么知道？嗯，你好聪明啊，你好聪明啊。先跟一张三条。发财。怎么还有？西。又自摸，没有啦，小白板儿，好低，奶罩，这把应该会上，看一下正运，没事，六条，安全，安全。过了三桶，嗯，还搞啊？不是啦，我叫你改搞啊，得啦，我喜欢你那个搞啊，我喜欢你那个搞啊，你嘛，嗯，不要跟打，六条跟打，六条跟打，好低，哇，真惨，一万，真的会黄了，黄了，这个牌。为什么不要？因为，我老公没牌了，他不想玩，比较肮脏。哇，你也无听啊，哇啥？一条，哇啥？你那哇啥？牌都倒下来，好，都没听啊，都没，没听，没听啊。哦，因为我二弯不敢打，我怕他很早就打，还要。因为这个牌你要看啊，大家应该都没听，也不用怕。嗯，这个牌如果哈。如果那个的话，六九万你看看，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好，黄庄，好来，家里庄家开门，开这，对，地，输在这种一台的都很衰。十，好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嘉玲的牌，这边小庄，加油，雨禾，要吃牌，要吃牌，要吃牌，郑运，要胡牌，要胡牌，要胡牌，来吧，嘉玲。最有钱的你，谢谢，打掉就不难了。好的，好的，九条，上牌不错。小皮包儿，表示羡慕，真难打哟。好的，难打哟。赛，赛，好的，东风。北中中，好的，再打再打蓝，再打两个蓝 ，Nancy， 不要跟那么近，甜的甜的七饼，哇，好厉害，有刚摸上来耶，有认真了，有认真味，认真啊，中。吃一只，哦，吃一只，吃一只，三角裤，吃一只，有没有？有喊就有，有没有？谢谢，
有喊就有，对对，有吵了这边的小孩有喊，对对，用喊的就得有，吃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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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吃一只，等一下好了，等一下，哎，稍待一会，哎呦，五饼，白皮，白皮呀，好的，那就来一个。是两个双节棍，好低。下大雨，奇怪，郑玉你好像没什么感觉啊。对啊。啊？哦，甜的，对的，甜最美，直接晋级嘞。把自己的那种路数都告诉别人了。嗯，原来这么甜。来，照。花哦，我要杠上了，各位。哦，明白。哎，没有了哦，拜拜哦，拜拜哦。一个人玩。一个人玩。男的。哇。哇。四七一。终于吃到牌了。总算，换你发挥了。好。要冲了。好。冲一只。冲一只。二万。没事，再杠哎！哇，哎呀，算后面来的。哇塞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哈，这个哈就要想一下了，好，这样子嘛，这样子嘛，哈，看看，这样，这样，好，九饼，九饼，哇，四条。来哦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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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，起来！你不要再梗啦！再一折二万，再一个二万，你怎么那么多？二万打二万呢？怎么会？哎，又是花，又是花，是花，来，一定要让你杠上吗？真的，哇，太扯了，真的假？真的啦，边三饼吗？太夸张了，三饼哦，看来还倒下了，就是一直给我花，哇塞，绝章啊，几乎啊，这边一对耶，啊，真的，你六九万也不多的，对啊，六九万没有啦，你看他九万就三张了，你看他自己一张，嗯，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哇塞。双四花，嗯，独听，杠上，字幕，对，庄家，对，心情好，六台，心情好，对，你很倒霉，刘嘉玲，哦，刘嘉玲很漂亮，不得了，六台啊，恭喜啦，嘉玲真是好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分数啊。好的，雨禾呢是3200，郑韵是3300，嘉玲呢是10200，字幕两次，小庄是3300。其实很好算，就都是3300，只是你是3200。因为我是冤枉的，就你前面一开始当官，算你多输了100。对。那如果输到100的话，回家今天晚上你会睡不着觉。对啊。好，小庄庄家。好。八点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先看一下庄家小庄的牌。加油，雨禾加油，一定要胡。郑韵，晋级晋级晋，你还没听过吗？超有钱的家里，很会摸，开心打，东宫就摸了10000多了。来哦，小庄。好，一个人玩。玩，起床。老妈子一。嗯，九饼。难打，难打，好，跟着难打，好的，一花，大家发财，大家发财，大明年，东风，东东东，北北北，五。九万，起床，皮包，北风，双眼皮，
哇，做不到。嗯，好，先填一张三比零。吃不到啦！先填，早打不吃，吃。打红中，红中，好哇、哦，一样，不好意思，不是故意的，本来就要打，他故意的，他不是不是，本来就要打。好，那我也来个二万。No Q， 一爆。夏河，你今天有听过吗？有啊，有听过牌啊？有啊，哦，就那一把听六九万那一把，对，西风，但没有东西，嗯，没有牌了，被他自摸，被他杠上三饼，对啊，苦苦，好一样，好的，好，进哇，好的，来八万，路，五八一条路，条路，吃一只，好的，吃一只应该没事吧？挑战吧，大神！差一点小，半子都不打了，好羞耻。二条，腕子一地臭啊！真的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没打而已。嗯，这样子哦，好吧，四条喽。好的，好。九筒，这那么长，三百，不乐啊！哇啊！哇！我还打，刚打，我就是刚打一下下，对，还倒下哎，最后你听，刚听吧，独独一只哎，你也是独独一只哎，这还超级远呢，对啊。想说三筒安全，我打他才刚打哎，超级远，怎么会就这样？那你要想上家打，嗯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你这两张什么时候打的？我这个很早打，很早以前，这个很早打。你是绝三饼，真是真的，对，绝三饼哦。你这个包放的真的是，今天晚上回去是睡不着觉，冤枉，冤枉。你是发财一台，啊，边张两台。雨禾在我们东风，哇，淘汰，淘汰。来，南风逆转胜。来，马上的南风逆转胜。好，我们东吴圈呢累积了12200的积分。好，所以现在是嘉玲庄家，没错，毋庸置疑的摸摸网进牌，摸摸摸。十二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嘉玲的牌，加油。小庄，加油。熊熊，等等。边三饼，绝招边三饼，哇你赚到！哎，这个炮放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太冤枉了，真的，从那个一百就很衰了。好的，打掉就不难。好的，绝招三饼，真的。好，北风。但小庄虽然很早就打了，对啊，我那很早打的，那他的三饼更早，嗯，嘉玲的三饼更早，是八万，八万。哎，对，做个中间，我让大家好抓。小皮包，好的。红中，小皮包，五条，五条要赶快吃，不吃没了。要赶快吃，妈妈说要赶快吃，来。好，蟑螂脚。好的。对。哦。小鸡。鸡鸡。林中。一桶。一桶。好的，那就来个北风。东南西北刚刚好一套。是啊，你看一组的，一组一个人玩，去追啦。对啊，去追南东风。耶，东风，那就来个下大雨。哎，咻，这个挺巧。
番薯、三角裤、小鸡，吃。打一个甜的。好。六筒。好，下一把。晚一点。先吃一个。晚一点。好，那就来个。恩公打出去。跟三北风真恩公跟他 say goodbye， 对，发财，酒桶，酒桶，哇塞，真的是比赛，跟紧紧，八桶。不乐，哎呦，绝章啦！他牌很早就进，很早就进了，他进了，他是四万一张，嗯，还有一个一条，对，你看这个牌进了五条，进了对不对？进了五万、三万多，好像进了四万，对啊，那么丑，结果还是胡最后一只，要胡的最后一张七条，今天都要最后一次的那一种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绝章的那一种，门清三花两台。南风逆转胜的第二把，来小庄，好，我的牌你上的真漂亮，对，漂亮，离上第七的牌，十七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小庄，加油，熊熊，噔噔，林振玉，加油，刘嘉玲，来，好，小庄，好的，东风，西。我也有东风，好，花一只，个花，不难了。好，好像每一把都难。大笔，小鸡，难。你也有，好的，发发那个彩彩。碰一张，发发的彩彩。对，发发那个彩彩。一个人玩。九万。红中。红中。万七。啊，碰一个。哎呦，再碰。九万。嗯。大饼。自己磕，我在花儿，小花儿，恩公跟总统府，好的，白皮，八条。二筒，再爱你一次。哎呦，都是这么再爱你一次，可是这一只就很恐怖了哦。好了，好，念一回啦。真要碰，谢谢谢谢，没有碰可以啦。碰可以的，三条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服了，好呀呀呀，还好哇，我洗嘞哇，你的脸两号哦。打掉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打掉，打掉。四花一台。南风逆转胜的第三把，来炮王 ，OK， 连两炮，好，不会再放了。九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熊熊，林振宇，胡牌胡牌胡牌，曾嘉玲，再摸一把，庄景纯，纯，加油，景纯，来出赛。东方，西风，碰一个，发财，九万，吃，红中，
哦，来个咚咚咚碰，过水碰。哇，这招什么时候学的？来一下，刚刚试一下，试一下，会过水碰牌都不好了啊！哇，被看穿，直接被看穿，真的，对对对，因为这基本逻辑嘛。双眼皮儿，好，皮皮，先跟九万，五个花，发财。哇，又是三条，又是三条，哇，又是三条，金鱼一张，花，花，这边，这边，对，谢谢，啊，再来一只，双眼皮，小鸡，快跑，小鸡快飞，西风，小鸡快飞，梧桐，杠一个，哦呦。哇，刚是给吃的耶！对啊，怎么会拿去？难，干一只难难的。对呀、啊，六万，啊，碰一只，碰一只，一些，碰一下哈。可以碰到，不会动哎。好，脚开开，脚八万，开八万，四，好，好，六桶，碰一只。哇，碰一只，对，不好的预感，这一讲都有摸到。碰六六，四饼，背倒，八米，好的，绝八米，就绝八米，哇，进来可以冲得过，大家都差不多了，其实没事，冲，照你讲，嗯，六万断了，嗯，第三炮，真的假的啦？我不知道啦，那算了，白皮啦。很怕棒，不行，面子问题。对啊，我怎样被杀？哎，挑战吧，大神，不行，面子问题。对啊，我怎样被杀？哎，一同照牌里打。好的，九万。哦，什么啦？哎呀，这个牌那么高，太漂亮了，比市场也漂亮。这个牌要不好，对，是不是这个位置的问题啊？外位哇，进不来，四条，真的哈，上下张来了。对，这两张换的话，他先摸一条，对不对？就来好些，好，第四摸，四摸牌啊。刚刚是熊熊庄家，对啊，所以熊是两台。好，南风的最后一把，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分数啊。像小庄摸了一把，他是稳过关的，是啊，所以呢，小庄是八千二。好啊，我们嘉玲啊，胡了一把是五千，那正运是四千三，啊，你们俩相差七百。好，好了，现在是正运庄家，加油。我等于把把都有事，很有参与感。好，来看四下的牌，庄家林正运，这里好，嘉玲进来，稳过关的小庄加油。第四炮熊牌子很大，看牌子很大，他被摸一把，放两把来。正运庄家开门啊，出赛，白提，白提没有啊，来，对，多抓中间的牌，再打一次，好的。真的没把一万，我是把它留，我是把它留下来就会变一只，对，再漂亮一点。难，来一个，跟你好，跟打，跟打没事，白皮，这运是怎么样都要拼胡了，啊，好，基本上要拼胡了，九万。没有胡的话，就是期待嘉玲放炮。那嘉玲不放炮呢，他就是还领先你七百。是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我战术的运用，看怎么那个哈。咚咚咚咚锵。好。好，西风。西风。胶饼。西风。好。好哦。九个万，好，
哎呀，那就来个九个万。二万。北风。北风。好，甜的乌鱼子。嗯，吃不到。哦。神经。为什么这么顺？再给你一只甜的。昨天是偷去拜拜。进来神境啊！西方，你去拜哪间可以告诉我吗？五路财神，小庄财神，小庄财神庙。中挑，嗯，金丝，好啦，好了，红红的。好。七万，北风，吃不到，二万，二万，我这边也吃不到哎，哇，这样子来啊，好哇，那就八条 ，mm， 好，九颗粒，花。通知，三万，哎，还有不在乎，七万，看这样子，郑云还没听呢，难打，忙了哟，今天的恩狗三桶。对不起，手上来了。好哦，再一次四万。好，碰一个。哎，有四饼。第一张他没套到对。红红的。一人剩三张牌。哇。这时候摸到这个，你是非拼不可了。五条，那要不然就要期待嘉玲放炮。好，摸一次，一人剩三张哦。对。好啊，五条，加成了。西风，他打五条还好，对，五条牌是很深的。嗯，对，跟只能拼了。小鸡，一人剩两张。九筒，九个圈圈的。好哇，好，小鸡，好，发财，这牌是被要抓砍的吧？应该是被抓着，被抓砍，对，吃一张，有听？没有，被抓砍抓对，拼了啦，郑云，没得那个了，对，好。没听，没得机会。恩公，恩公，都打掉了。对啊，恩公，三饼。饼，小鸡。没牌了，这应该还有。又放炮！太棒了，我也没得，也没有别的安全。怎么会没有？为什么会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牌多得很啊，一万啊，谁要？鬼都不会要。来，牌倒下来。现在剩三张牌，听什么？东风。东风二条。还有一张东风。哦，哎，他七条还有两张哎。嗯，那也没有人听。啊，现在东风没有限哦，各位。还有一张哦。东风。还有限一张，限一张。哎呦哎呦。好，二条。那边一张，这边一张，这边一张没有了，剩东风，剩一张东风。嗯，百听三条，两个七条，一张东风，精彩的来了，七条东风没有了，还有一张七条。啊，哎呦，那里哇，都没有，都在海底，都没有。好了，啊，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对，对，黄庄呢是郑运淘汰。哇，来我们的西风冠军战。好，马
上次我们的西风冠军战是啊，现在是一王一后，到底谁当王谁当后，对，很重要了啊。是谁手气都很好。不过今天我跟你讲哦，奖金会非常高，起码我如果这一把如果还有人吃的话，会抽到20000。现在已经18400，18400了。好，好，家里也这么亮了。小庄，好，加油。刚本很想睡，听到钱眼睛都亮了。12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小庄，加油。熊熊，来了。当然熊，奶奶的熊啊，不是。嘉玲，嘉玲，好来，出菜。好。掉了就不要了，东风。掉了就不要了，我也是。等你。男的。男的。好。万一。好。西风。西风。是我的鸡。最喜欢吃你的鸡了，好，来，吃起来，吃起来，脚开开，养得很肥啊，吃的鸡在脚开开，男的，好可怕，真的吗？碰一个，没想到世界变那么大，发财，我吓到了，我跟不上，可以吗？发财，不会吧？你都走在时代尖端，引领潮流，你怎么会跟不上？吸。用力吸，耶！我也要吸。好，你看我是说吸起来。五条，甜的。走啦。来瓶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改别的。哎，你鸡又来了。哇，再吃。要不要再吃？下一把，下一个。吃够了，这一把吃够了，对对对。李色，好，哇，先跑一只50000，有了吧？吃一个，被命运捉弄，没关系啊，可以这样子，多漂亮啊！大饼，你是黄伟？有一点，大饼，怎么会这么准？好，什么意思？他为了要喂我，所以他才买。不是，等一下倒下来才知道。尖尖的中通虎。好，发财。风风那个球球。北风。二条。南南的。北风。90000。八条，谁碰？没有。好啊，三角裤。好，吃一张。吃好。小鸡，赶不上碰。对，后鸡。东方。来哦，来哦，先碰起来哈。奶哥，我还要吃。来，四笔。没有。吃不到。哎呦，烦呢。好了，红红的。哎，碰一个。哎呦，哎呦，那我说有了。杀大，杀大，杀大啦！你要打两只？算了算了，啦，烫到烫到。哎呦，我也烫到了。好，不拿这个，八条。哎，大饼，大饼，哦，北风，好，减，可以上5万，还有5万，再吃一个，也吃，给他吃下去，给你一个你不要的，哦，大饼，六条，蓝色，进一只好不好？哎呀，好啦，没有用了。好，好，五饼，打58饼。哎呦，哦，又来电，我们在上面飞戏啊！不知是什么物件啊？不知道什么技师啊？8万，变哦，好，
降吧。此风。进。一样八万。啊，这牌都是我胡的。跟打八万。六万，啊！怎么会摸到这个呢？三万，上吧，三万，进一只，好哦，也可以啦，也行啦，我变啊，有人要放钱哦，九万，三万。还有三万可以打，对啊，这太多了吧？哇，这么多，六条，三，三什么？小库，南风，五条。怎么凑？七万出运了啦！哈，我这辈子可以呼到奶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出运了，没关系了，足够了啦，足够了啦。我本来开心哦，怎么对呀？怎么讲？怎么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好开心！没有平胡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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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六平的，对，好了，屁胡。冠军战的第二把，好，现在是由你胡了一把，来，是，选用庄家，好，十二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熊熊，噔噔，徐乃莹，嘉玲，莫莉，小庄，加油，出菜，伊曼，二条。吃，哦，中到了，就吃中到耶，噔噔，不要高兴的太早，可能是毒药，没关系，你喂的毒哎，烫到，哎呦，真的是这个位置的问题，真的，真的是这个位置，好烦哦，啊，我的呢，哇，高高能机了，对啦，很好，赛，谢谢，不妙了。西风，不愧是奶粉，真的。白皮，锅，哎呀，吸起来，吸起来，吸起来，不要喊，喊了就来了，真的吸起来。花一张，喊了就来。白皮，东东。北风，风，四个圈圈，好吃不到。小鸡，六万，是不是都有问题要的？好，九万，觉得人生很累。哇，摸。九个饼，九万，讲真的，小鸡，一下中，中没线 ，nice， 可以，再给，哇，你也吃两。你吃一个九饼，吐两个九饼，喂人家两个九饼，怎么会这样哦？吃太快了，太爱吃了，真的是吃太快了。还是太邪门了。六饼，九条不能，你不可能再摸九条了啦。对啊，这就太 over 了。你看他这样来，啊，心好累哦。这每一张都很痛。好好好，放一放，放一放，七饼，没事，没事哦，真的是
好，五比。真的假的？看他出的牌就知道了。还有，该放了吧？出奶。我觉得可以吧。耶！你看，这个牌子没有门。松动，我跟他打，跟他下。你看这个牌，我刚听了。我当然，我当然知道刚听。好了，二花独听，好，庄家三台。好，我们新风冠军的第三把，我要步入熊熊的后尘，连花两把。好了，不过我这牌打得不好，我跟牌早就该，我不该差六才六比对的。第三把。十三，我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徐乃莹、曾嘉玲、小庄庄，加油加油，熊熊，噔噔，一比，谢谢，大比，好的，跟着打，二比，哇，吃不到，这么好，嘿呀，南风，南。南花花 ，OK， 怎么刚开始就这么难打？牌太好，牌太好了，有一点点，好吧，九饼。嗯，对，我要碰，碳有点碳，没有一张补气。七饼，碰一个，五饼，八万饼，嘿，扇饼，扇饼。又到了抉择的时候了，哎，好了，七万，哎，吃不到，再一张五饼，再一张五饼，嗯，白皮，嗯，哼，红中啦，个红中，安尼啦，安尼。啊，撸 Q 撸等呢，真正实在是条子太多了，都是条子，只有一张，海底只有一张六条。Oh my god， 这真的是条子太多了，打九条啊，六饼，九万，想想。怎么办？我猜得到。嗯。东方。玻璃的碰不掉。嗯，吃一下，先吃，先吃，谢谢。再来个八个圈圈。嗯，没有了。等我发出娇嗔声。好，六万。挑战吧，大神。你干嘛发出娇嗔声？好，六万。这边。哇！哇！还有九饼啊！哎呦喂呀！安内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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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拍剩了呢，安内啦。你只领先五百哦，拍谁哦？哈，好好好，我看一下哈，呵，几条？安妮娜，几条？好可怕哦！对了，等一下啦，奶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啦。好啦，这只啊，尖尖的，九万，
好多九万。哇。好呀。好多一笔了。我勒个，碰碰碰，九条。都打一样。嗯。太邪门了。对啊。哦，我刚刚危险吗？五色。白皮，来不及碰了，人家已经打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东风，我才不要呢。我不需要，我这样很麻烦。二笔，很麻烦。两个人这把，哎，四万，服了。哎呦，一四七啊，漂亮。哦，很漂亮。可是我也听一四条的。对啊，这牌一定都条子的牌啊。没有，我一斤板子吧。你为什么不碰？我为什么要碰？我碰了一眼。对啊，我没有。什么叫没有眼？这个牌当然要碰啊。可以转活牌啊。这种牌，这种牌，他教你们。你要上边三条，边卡八条多难，摸七条，摸八条，摸九条都可以听牌，懂不懂？那麻将打是打活牌。好，知道了。等到天荒地老也听不到。还好，你放的是这个屁啊，所以分数很清楚。对。庄家，中六，我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嘉玲，跟你拼了，跟你拼了。小庄，加油。熊熊，等等，大奶，出赛，给你一坨，一坨，好，一坨。嘉玲一定要。好，酒桶，或者就是他靠他放炮，小庄放炮，是的，放二万，九条，哦，看，发财，碰一个，三条，中风，碰一个。白皮，白皮，九条，哇，一个人玩，好，吃一个，玩，吃，三万，万，不错，是哦，南方，一条。对，好，填一张六筒，吃一个，四饼，哎，一饼，白皮，五条。九万，万，应该是抓对，我觉得哇，嗯，好啦，扁边儿，嗯，扁边，扁边，八条，嗯，噔噔噔噔噔，那五饼，放一只，红中，哪有红中耶？进一只，啊，九饼九饼，大饼，大家都有大抓对了，哎，飞一只吐两只，来，哎，哇，都是吃六只哎，怎么鬼？你刚刚不是，刚刚不想啊，不想，任性，对，好任性，八饼，还有八饼。嗯，啊，你这时候来干嘛？天哪！好吧，交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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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动力，拉下的啊 ，dancing。对，西方没事的。西方啊，四条。哦。啊，终于吃到了嘞！谢谢，嗯哼，然后就
然后就会不会放枪呢？就别救我，先不要，这个一定抓对啊，这个很烦哎，打出去就那个了，那个被他碰到，对，可能被虎，但是不打又那个，可能是被虎哦，有没有人听？好啦，二条啦，哎，没有人要，哎呦喂，真的有中。为什么要哭啦？那结果他是北风，哎，碰碰碰！二条二条，这次碰到就过，哇，过了就过了。感谢我的解救，谢谢。你是摸二童，摸到了，现摸现打，没错。IP 哦，哇，拜拜。真的是摸了，是摸了，没办法啊。好吧。恭喜，打出去啊！不是。Sorry， 打野，然后我要洗碗，深夜生意。Sorry， 只有四摸台，帮你累积奖金累积这么高，给我卡六万啊！没有，那个奖金是你自己的，所以就没有。他累积的是他自己的。对。他如果打七万也放炮，有啊，他打的一万。要打七万也放炮。对呀，好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四摸台，一台的两台，所以呢，嘉玲在我们西风被淘汰。哇，你的一万多块。好，恭喜小庄，来决战北风北。恭喜小庄23000亿决战北风北。好，奶哥今天说你一开始就说看好他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在那边看他的第一个牌运不错，那最后一把呢，他因为那个嘉玲是输500分，对，但我一看我的牌，我如果一胡，嘉玲自然就被淘汰了，36万是吧？对不对？差500分。好了，所以23000亿，好。我是要帮他们报仇，还是要守住呢？守住！好，反正不是你拿，就要守住。行，十一，我拿不到，别人也别想。十，这边好，这边是六九十，好，打这个决战北风北是要有技术的啊。嗯，最好看是谁？啊。可撕可碰哦，小庄。好 ，OK。女庄家，开门牌。好的，决战北方北，我们先看一下挑战者小庄的牌。好，加油，小林。小林，好的，小庄。好，出菜。下下他五条，牌很好哦，因为没有字花，牌都很好。两个人牌都很好。调这么好，哎，我不是说不能出声音吗？要出声音，马上破功，要出声音，九万，碰一个，糟糕，糟糕，那就来一个8万，糟糕，8万，好，碰一个，吐血了，7万，是不是？好，吓一跳，万只有七要。万子不要，五条，好，二万，他不要七万，九筒，九饼。九条，你不要二条，哇，三万，什么东西？三万啊，对，三万，我的牌很难打，很难打吗？不会吧？不要出声音，不要。他可以判断很多事情。他可以呼吸吗？呼吸可以。呼吸声。胸罩，这是个胸。一个啊，七万。我就说他要摸七万。九饼。喂，二饼自摸一张，二饼打坏。三角裤。二饼打坏了，他不要八条，剑
之梦，就跳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嗯啊，10000，快不要。哇，八万这一张。这太厉害了，我10000，这7万，哎呀，没有到了，好精彩哦！不要，来一张，不要，没错，来一张吧，10000，哎呀，糊掉了。好紧张，好紧张哦！哦，一把23100啊，给我！哇，这把23000，很贵。起来，8万，进来，哇，刺激哦，抉择，放炮了啊！电视看看，对啊，一样，抉择，放炮了啊！不痛。这牌我要不要那个呢？他打五饼，他换什么牌啊？吃打吃可能放他炮。哎呀，2万，哇，酒桶。哎呀，九条，加油！哇，哇，再一张，梧桐。不可能这样打啊，这个牌。不可能这样打、啊。算了吧，拼到底了。一笔接4条，嘿，不吃不吃。哇，不要了，2万，好，他要听什么东西啊，鬼东西啊，2条，条子万就不要，他已经顶着啊，你看条子打光了，万子打光了，我们俩会不会听一样啊？抓牌，5万，接，起来，哇，10万，五十块钱没挖什么，挖什么？完了，麻不是我要的。啊，败啊！这张绝对不能打。挑战吧，大神！麻不是我要的。啊，败啊！这张绝对不能打，绝对不能打这一张。4条，接起来，又一张4条，哇，4万，接9条，他到底听什么东西啊？摸不透，你让哪个摸不透？哎呦，都是万，是6万，哇！4桶，所以我们然后那时候奶哥是转五个转六六，本来是听一样的，后来五饼打成4块，哇，真的变难了。我刚才若吃五饼，我打4饼放他爆吧，没有，没有，他转牌了，他转牌了，他转3，那我听6、7饼也没糊到，哎，也没糊到，是注定的啦。就注定的这个牌，他没办法。哎，你就说你看好他，你有点说好了，谢谢。恭喜你，2万3000。哦，居然被拿走！什么万子都打，就给我。
完没打。对对对啊，就根本没有想到他听腕子。对，他后来转。好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好，是吧？他会记得，谢谢。没想到娘炮的名字赢了，哎，人家是斯文，斯文，对。好啦，谢谢你们哈。观众朋友踊跃报名参加，电话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挑战吧大神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你刚才牌为什么都不换呢？六万扣那么多，七八万什么都不换，怪了，你神经病！没有，我那时候摸七八万的时候，我已经听中统是。对啊，对。那时候你们两个听一样，然后你又是那时候是四准的。我们录完再聊哈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谢谢。